林荫小道多好，林荫小道。 真是导演，导播就是导播。今天运动量够了。真的是。最后一个。 没有，后面有。后来有谁？ 是两个，很幽默嘛。 一桌，一桌进来，二桌，麻烦回头，来来来，谢谢主持人。我的一球碰二球，是，我是主持人，你是主持人。
好，好，导演。堂妹就这样。导演，那下一个。下一个谁要站起来？你站起来，他站起来要鼓掌。啊，算了，特别认真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都没有剧本了。现在不要乱讲话，有录起来哦。以前是方的话。开怀，谁说开怀？特写一下。谢谢，给我一个小背心。有小碗，这个外带的。嗯，好。有小的。小的。小的。小我们很幸福，到这个年纪还可以跟同学出来玩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鼓掌。在十年以后，每一个人带一个外劳就好了。用轮椅推着吗？这是一个机器人不用操。好了，我去拍电话那一桌了。现在有一个新的房子，吃饱了脸色比较好。炒饭，我又没动的在炒饭跟这个打包啦。最新的技术，告诉我，皮秒，但是现在最新，那你会在那边待，在台湾待久？哇，还有鸭子。就这样子啊，这是插记忆卡的吗？对，他这应该有防守。你上来跟那个嘛，上次跟我们差不多。好了，你们好了吗？好了。